前 Instagram 咧就发布咗一个新嘅应用程式啊，佢就话呢个 app 咧用途就系提供俾用家同佢嘅好朋友一个专属嘅倾偈地方。听落去咧呢个功能就同 Snapchat 差唔多啦，等我都即刻下载嚟望一望先。呢个 app 入面嘅联络人名单咧就会自动连结翻你 IG 嘅密友名单，如果你冇 set 到嘅话咧，就可以喺呢个地方咧快速咁样 set 翻先。呢个 app 嘅功能咧就比较单一啦，用家可以快速咁样新增你嘅相片或者影片。完成之後就按你的聯絡人頭像去發送，其實它跟本身 IG 的 Direct 功能是一樣的，只不過它可以等你將你的 IG Story 和 Direct Message 分開，你就可以建立一個更加私密和獨立的傾偈空間。但跟 Snapchat 相比，這個 App 就沒有一些特效的濾鏡，也沒有一些可以讓你跟好朋友互動的小遊戲，在這一點上這個 App 就比較塞塞一些了。